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是全能的主，在今天纪念主复活的七日的头一天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天上地下都充满你的荣耀。我们的主，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胜过了死亡的权柄，你也使我们与你的得胜有份。你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使我们称义，使我们能向罪死，能向义活。求你赐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你使我们透过今天的敬拜，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分别为圣，使我们在此蒙你的光照，将你的话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改变我们。因你的话是带着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行事为人更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交托仰望，愿主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 ALCBC 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主内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今天是普天同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节的大日子。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复活节的联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头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到第1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战乱，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第二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9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好的，以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复活节的联想。说到复活节我不知道你会联想到什么。也许你联想到 是色彩缤纷的复活蛋或者小朋友很喜欢的在这一天要寻彩蛋、滚彩蛋这个活动。或者你的联想就是小白兔、小鸡，还是一个礼拜的春假。其实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象征复活节，代表了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从死里复活，小鸡破壳而出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坟墓的门已经打开，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那么这个彩色蛋呢，是代表新生命的开始，象征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信徒们就得到丰盛的新生命。那小白兔呢，是一种繁殖很多很旺盛多产的生命力，这样的代表，可被视为生气蓬勃的象征就像基督徒富有生命力一样。还有呢，百合花的球茎呢，它是生长在泥土里春天的时候呢就破土而出开出美丽纯洁高雅的花朵，是代表基督圣洁复活的象征。复活节在春天，在充满着生机，在大地回春的春天临到，就启示着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带给人类无穷的盼望。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去看看春天的每一片的绿叶上面写着复活的信息上面满满写着复活的信息。我们看见春的旋律，春天的生机衬托着复活节，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希望，唤起了人们对神的追寻鼓舞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的勇气那么在植物界充满生机，大地回春，在植物界是如此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如此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亡里啄出了不朽的生命来。那今天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后面那一句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那么这句话，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这句话，保罗的经历的背景是指他遭遇逼迫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却经历到神的拯救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这个特别的经历，保罗回忆起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路斯德曾经被犹太人用石头打到昏死过去圣经说，那些犹太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丢到城外去。结果呢，保罗却站起来就进到城里面去，然后第二天继续的把福音传开。那么他对众人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所遭遇的患难，在人看来他是死了，但事实上他还活得好好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自从总统大选结束以来，
那个用黑暗手段啊夺取政权的那些左派的政党就开始嚣张，推行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作为人民的我们，好像任凭宰割，我们不能够做什么，随时随地都要谨慎，防止被人无意当中随时当中来侵犯的危险。也就是说，现在四周围的环境，这个黑暗的权势呢更甚，环境呢比以前呢更恶劣，所以呢有些人这受不了这样的环境，正在考虑或者正在计划要离开这些左派所控制所管理的州，想要寻找一处可安居的地方。但是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安居之所呢？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安居的地方呢？想到这里，我就想到苏佐阳牧师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内容充满着问号。请问世上哪有一处是安居之所？苏牧师他的足迹遍满了全球各地，他到全球各地向华人布道传福音，他也是有作诗歌的恩赐，在这首仰望救主的诗歌里面，歌词他说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都是叫人惧怕灰心难过。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苦海风波使人心灵痛苦。世上没有一处安居之所，魔鬼掌权使人犯罪作恶。当我们面临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逃避，我们应该来面对。人生就是要面对，而不是逃避。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挑战。那么既然遇上了，我们就要勇敢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逃避。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发现到说，几乎所有的逃避行为都是源自于对自我的失望。当你每次遭遇挫折之后，往往就会对自己产生失望的情绪，而失望的结果就是你再也不敢去尝试了，你就开始逃避你所面对的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借着信心可以继续的向前行。今天无论世道多么的黑暗，我们千万不要对世界失望。能够不对这个世界失望，这样的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当这些妇女来到主耶稣的坟墓面前的时候，要寻找耶稣，要来给耶稣膏身体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
你们要找的耶稣啊，他已经复活了啊，这是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再三的告诉门徒说，啊，他将要被杀，而且要复活。主的话啊，绝不落空啊，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啊，从不落空。他怎样说啊，事情也要怎么样的来成就。所以呢，约书亚记21:45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根据天使所说的，就是说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神的话绝不落空。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整个的核心啊，是在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啊复活啊。四本福音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提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也就是说，坟墓无法再留住他啊，死亡固然强大啊，但是生命更强，胜过黑暗。这个埋葬耶稣的坟墓啊，只是耶稣基督暂时停留之所。耶稣只是在他复活之后，要回返荣耀的途中啊，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晚上而已。所以呢，坟墓是耶稣在那边停留晚上啊的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啊。耶稣基督若只是为我们死，那么在历史上也有许多的英雄烈士啊，为了正义啊，舍己救人啊，壮烈成人。如果耶稣基督啊，只是为我们死啊，那我们所敬仰的也只不过只是一位啊烈士而已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保罗说，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我们所信的便只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死人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他没有战胜死亡，他没有战胜罪啊，所以我们依然啊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还要承担罪的代价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会站立不住。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不单为我们死，更为我们复活。耶稣的复活啊，证明了上帝的大能，也证明了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复活后啊，第一次的显现啊，就是向着来看坟墓的这些妇女们。那天是星期日，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啊，几位妇女啊，来到坟墓的地方啊，忽然有地震，强烈的地震啊。根据圣经记载啊，天使从天上降下，把石头滚开，然后坐在上面。看守的人，也就是守卫的啊，见到这个情况啊，吓得浑身发抖，像死人一般。无论是谁看到这样的景象，必定跟所谓的一样会惊吓。那主耶稣基督对妇女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那么第二句话呢，
就是啊，不要害怕，让他们从恐惧当中得到安慰，从失望当中啊得到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使跟随主的人啊得到盼望。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纪念啊主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盼望呢？还是仍然为生活在那边烦恼忧愁啊惧怕呢？其实生命复活的事情啊天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除了我们看到大地回春那些生物那些植物啊的再生一样啊，从枯树里面又再生一样啊，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而已。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啊烂了，好像死了，而且再也没有麦子原来的那个啊形态了。但是不久之后，这个麦子却啊结出啊果实来啊，并且是很多倍的果实。那这些果实是不是原来的麦子呢？是的，就是这个原来的麦子所复活出来的啊生命。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神天天在让我们啊模拟练习啊从死里啊复活的这种情形。我们天天啊晚上要睡觉，当我们在深睡当中啊，我们仿佛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第二天却忽然醒来啊，恢复了一切的自我感觉。也就是说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啊是没有分别的，是完完全全的同一个我啊。难怪啊圣经用睡了来形容信徒肉身的死亡。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死了就是睡了，因为有一天还要再醒来，还要再复活啊。在天堂的那边啊，很多信徒已经醒来了，因此谁还会惧怕死亡呢？当然是的，不怕了，因为我们有复活的啊盼望。接下来我们从复活节就联想到，我们可以从现世的绝望当中看到啊复活啊的盼望。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生活当中啊充满了啊失望，充满了很多的问题，常常不能够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预期的来发生。一个面临苦难的人啊，他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的啊绝望的。在绝望的低谷当中，似乎走不下去了，因为我们的焦点都集中在苦难的身上。那么这种情况啊，其实圣经都已经谈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啊停留在这种绝望当中。相反的，圣经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啊就有永恒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至终会
让我们击溃一切令我们沮丧的事情。也就是说，盼望是一种推动力，是我们的光。所以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永生的盼望。那什么是令人感到绝望、忧伤、难过的事情呢？就是罪和死亡。特别是当人陷在罪中而不能够自拔承受着罪所带来的痛苦另外也就是面对自己或是亲人的死亡的时候死亡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的终点的终结古往今来无人幸免但是我们人有灵魂人的肉体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却仍然存在仍然活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也不能够受死亡的辖制我们和已信主的人已信主的亲人将来也会一同的复活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充满着离别的痛苦和忧伤那这一份哀伤呢就夺走了人内在的平安甚至于终日活在忧愁痛苦的境况里但是我们因为有复活的把握有真实可见的将来我们便充满了盼望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彻底的除去了魔鬼黑暗的权势除去了这个罪对人的毒钩同时也除去了人对死的惧怕在复活节讲到这个复活我就联想到想要借用一个词来叙述我们复活的荣耀就是四个字败不复活我借用这个在比赛当中双淘汰方式的比赛当中所用的败不复活来形容也就是说被淘汰的那一方的人有机会从败部一方获胜之后再来击败胜部的对手最后取得冠军这个情况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圣经保罗所说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可以用败不复活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经历我们从十字架上看到的耶稣好像失败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那些仇敌嘲笑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 好像失败了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我要说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我们从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看到耶稣是败不复活的主他哪里败了呢他被六种势力暂时的把他打败六种势力暂时的得胜第一种势力就是政治的势力比拉多代表了当时人类
最大的帝国就是罗马政府，宣告了耶稣的死刑，所以好像政治势力得胜了。第二呢，军事势力，我们看见罗马兵丁啊看守浮木啊，任何人企图要闯关的啊，就是对罗马军力的挑衅啊，所以在军事的势力强势之下，耶稣好像败了。第三，法律的势力，耶稣浮木的洞口啊，贴上了罗马的封条，触犯了他啊，就是触犯了罗马严酷的法律。第四，耶稣好像败在宗教的势力，我们看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以及宗教的领袖，他们周详的计划和控告，终于成功的把耶稣啊送上了十字架。所以从宗教势力来看，耶稣好像又败了。第五啊，群众势力啊，那些高喊着把耶稣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群众的势力啊，他们要求钉耶稣钉十字架的声音胜过了比拉多的良心。虽然比拉多认为耶稣没有罪，但是他没办法胜过这些群众的声音，所以就让无罪的耶稣啊惨遭极刑。最后第六啊，就是耶稣好像败于这些自然的势力，就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啊。我们看到耶稣死在木头上，耶稣被枪砸了他的肋旁，耶稣被层层的裹尸布把他绑着，耶稣被埋在浮木里，外面又有大石头把他堵着啊！所以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枪啦、裹尸布啦、浮木啦、大石头啦啊，都是代表大自然这些物质的势力，好像耶稣没办法胜过。但是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六种势力也都宣告瓦解了。人类最大的敌人啊，死亡也在空浮木里死了。耶稣败部复活了，也成了败部复活的人啊最重要的力量的来源。所以呢，在我们人生的失败当中啊，不要惧怕，靠着复活的主，我们可以啊复活，我们可以从败部再复活。其实复活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再站起来，再一次的站起来啊！复活这个字，希腊文直译，再说一遍，就是再站起来。所以，败部复活的意思是指一个失败的人又有了重新啊成功的机会啊！所以，人类历史啊告诉我们啊，许多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从败部当中复活的，从失败当中再站起来的。过去有人失败过，坎坷过，也有人辉煌过，每个人各谱不同的曲调。但是今天啊，借着信仰的力量啊，落到败部里面的人啊，仍然能够复活啊，
他的生机可以重现，他可以奏起胜利之歌。今年的复活节，希望你我能够从软弱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重生，仰望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让你的家庭，让你的婚姻，让你的信仰，你的灵命，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等等，都能够从失败，从失意当中走出来，得到从败部复活的喜乐，再次的享受到神的应许，他要赐下你我有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但愿今年的复活节让我们能够充满着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盼望，即使在失败当中，我们也能够败部的复活。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复活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胜过了死亡，你也使有你生命的人同样可以胜过死亡的权柄。感谢你今天早晨赐下你的话语，安慰了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可以靠着你的带领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可以靠着你去面对任何困难，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也求主加添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即使生活越见困难，社会越见荒谬，人生越见无常，求你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求你复活的大能来复兴美国，让这个邪恶抵挡神的势力能够被复活的大能所击退，让这个国家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早期敬拜尊主为大，高举神的光景。也求主透过你复活的大能来复兴教会，使教会因你的大能传福音有功效有能力，使接受你的人也经历复活的新生命。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但愿我们能够与复活的主同行，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有余。谢谢主将未来的这一个礼拜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